第五，人数空前的民众排队等候进入国会大厦，瞻仰已故总理李光耀的灵柩。星期三，李光耀的灵柩从总统府移到国会大厦，供公众瞻仰。由于前来向李光耀告别的人太多，人们要排队等候大约8个小时。李光耀的去世令81岁的何女士悲痛欲绝。星期四，她排了4个小时的队，但因健康原因不得不中途放弃。星期五，她又来排队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在我们脱离马来西亚时，她义不容辞挺身而出，那时她身负重任。她的确非常勇敢，她是个好人，英明勇敢，这就是我在吊唁留言上写的字。李女士是马来西亚人，她和家人一路从马来西亚新山市赶来，表达他们对李光耀的敬意。尽管我不是新加坡人，来自马来西亚新山市，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尊敬李光耀，从电视中看到他都崇拜他。李光耀的灵柩将停放在议会大厦，供民众瞻仰到星期六。新加坡星期天将为他们国家的缔造者第一位总理举行国葬。VOA 新闻报道。